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痴小妹，我是花姐。花姐本期呢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吃的，我们一起来菜香看看，来来来，你好。哇，这么大一盒的棒棒糖吗？捏一捏，看着像棉花糖哦。哇，好柔软的，这个什么造型啊？太阳花，好可爱的太阳花呀。哇，它们还是自带表情包的呢，给大家看看。嗯，蓝色的是眯着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微笑着的感觉好陶醉呀。嗯，红色的呢，给大家看看。粉粉的，哇，是笑脸的表情，嗯，好开心啊，他们都。来，我们看看绿色的，绿色似乎比较淡定一点，微微一笑，很迷人哦。赶紧猜，赶紧猜，哇哦，每次一碰到吃糖啊，就超级超级的开心。快快猜猜，快快猜猜，来来来。嗯，啊，好香！嗯，呀呀呀！啊，不行，不能这么扯，我得悠着点儿。嗯，细嚼慢咽，慢慢的品。嗯，这棉花糖啊，除了苹果的清香，我发觉有点甜啊。嗯，嗯，好甜好甜，但是呢，吃在嘴里特别有嚼劲，很有口感呢，感觉吃在嘴里热热的。我们来尝下一个颜色，啊，看到这样的小花呀，就想起呢，小时候我们学过的一首歌曲。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会唱呢。来来来，那我就来哼几句了。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我们要去上学校。来来来，尝一下红色的。嗯，给大家看看。嗯，红色的是甜甜的草莓味儿，这个味道比较淡，不是特别的浓。哇，单冲着他们这么可爱的表情，哦，我的心情自然也被他们给感染了呢，瞬间就好了起来。笑一笑，十年少，笑一笑会更美哦。朋友们要记得每天保持愉悦的心情哦。来来来，来来来。再猜下一个，哇哦，这个表情就更神气了。来，给大家仔细看看，嗯，她好像是一个小女生呢，长长的睫毛，眯着眼睛，哇，红红的脸蛋，好像花姐姐一样呢，太可爱了。哇，说到花姐姐，像不像我呢？哼，我可是花姐哦。好吧，有点像吧。哇，这个蓝色什么味儿？蓝色吧，好像是淡淡的蓝莓味儿，味道不是特别重，微微的甜。嗯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的。就冲着他们这丰富的表情呢，我都要给他们点个赞呢。哇，你们仔细看看他的表情，有这么一句话，爱笑的人运气总不会差哦。所以朋友们记得每天保持开心的心情哦，每天笑一笑，运气会更好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花朵棉花糖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